朋友们，最近打游戏戴耳机真的是快给耳朵闷熟了，加上最近也在搞桌大，就整了一个带麦克风的音箱，花在的 Hello Soundbird， 颜值确实不错，金属装饰圈很有质感，这个做工说实话在这个价位段属实难得，甚至连 USB 接口都是处理的非常精细，而且作为桌大来说，这个深渊灯效的设计非常加分，一共有七种模式，而且切换也比较简单，手机 APP 连接之后就可以调整灯效和颜色，目前还没有在市面上看到同价位里可以媲美 Hello Soundbird 的颜值的音箱。好看是真好看，音质方面花在这两个字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信任感，28年的声学沉淀真的不开玩笑，整体双全屏单元搭配双对称式导向管声学结构，再加上52毫米的全屏喇叭，人声细节很足，高音清亮，听感还是十分舒服的。之前说到带麦克风，朋友们有看到麦克风在哪吗？这颗高素质的龟麦采用了隐藏式设计，说实话一开始我真的没看到在哪。全指向收音的效果意外的不错，主要还是方便，再也不用被耳机闷了，实在是很久没有见到这种颜值和功能并存的产品了，而且配置真的挺足，甚至是蓝牙 5.4 连接传输非常稳定，还有3种 EQ 音效，活动价可以做到300以下，朋友们性价比是真狠，反正我觉得颜值就值了。